我是你的生死之交，他挺理解的，就放我进来了。生死之交啊，进来再说死而已，何必当真？哟，稀客啊！船哥，看你没事了，我走了。你才到了不到2分钟。 那么着急干嘛？你恢复的差不多了，看完了不该走吗？走吧，宋总。哦，不要，我自己走的更快。哦，我今天正好有空，来看看他。 见了他主治医生聊两句，说是手术很顺利，只要休息好还是可以打球的。我去打个电话，那个你们俩聊，里面有水果，进去吃。你呢？走还是留？我既然你来了，我可以再待一会儿。 看你这样子，精神挺好啊。精神这么好，还需要人陪啊？需要。你在的话，这孟大少爷才能多说几句。难得见一面，多说几句嘛。谢谢。 让你吃，又不是让你接，还吃吗？可以啊。 还是这么喜欢吃橙子的，谢谢。这次真走了，还有事。那我送你吧。 你这一年状态是怎么了？状态不好，是不是？从出国特训回来，好像就一直不对劲。发生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发生什么。好吧，那就当我想多了。反正。 就是希望你能放下心理负担，尽快恢复过来。会的。你可是孟晓东，多少人看着你呢。可是那些人跟我都没有关系。还有我，可能从小看你比赛，看你打球。 已经看习惯了，我不想看你这么早离开赛场。
不是说还有事儿吗？赶紧去吧。我不会离开赛场的，我一直。